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欢迎收看《上水的你》，我是邵君。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到左营区的美女里长平山里里长吴荣秀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欢迎里长，里长好，邵君好，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山里里长吴荣秀。欢迎里长，里长也好一阵子没有来我们熊四爷力的节目了哈。对啊，现在这个我们布景也换了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里长。那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平山里的小档案。说到我们平山里啊，其实呢，大家会联想到很多这个眷村美食。那刚好呢，在左营大路上就有好几间的这个早餐店。里长呢是特别推荐有一间这个烧饼啦，还有肉饼，还有豆浆，对不对？对。那我们先一起呢去看看这间店里有卖什么好吃的眷村美味。不只吃烧饼会掉芝麻，咬上这一口包满肉馅的肉饼，黑芝麻一样也掉满桌。左营大路这间烧饼老店深深虏获平山里里长吴荣秀的心，一口肉饼，一口豆浆，这是眷村人最爱的早点组合。他那肉饼那个肉非常多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人他的肉是很少的，然后面团一大堆哈，所以我就喜欢吃他的肉饼。然后它还有那个豆浆，它是用豆子磨的。满满的肉馅盛进来，一点也不心疼，包进友好的面团里。为了让客人吃得满足，姐妹俩下重本，坚持每天手工制作，现烤现卖，传承爸爸留下来的好味道。想要做物美价廉的东西吧，我是后来是来帮他的时候才改成这样子的啦。然后可是那时候。爸爸爷爷是包的肉很多，可是没有像我这么多啦。以前的人做法做下来了，四五十年都这样子，因为我爸爸做了五十年的师傅嘛，他就传下来。刚出炉的烧饼烤得金黄酥脆，客人大多是熟客，也不乏军校学生。当然，眷村贝贝最喜欢烧饼油条，再搭配一碗料多丰富的咸豆浆，几乎是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家乡味。他的那个肉包子、烧饼啊、油条都蛮好吃的，啊。有家乡味吗？有家乡味，还有妈妈的味道。它这个豆浆咸豆浆啊，真跟别的都会不一样，那个口感呢，就是你自己吃了你就会知道。尤其它的那个肉饼，比别的地方的那个馅饼啊还好吃。这是它最特色的地方。左营大路上好几间早餐店飘香，尽管店面不算大，店家大都手工制作，从擀面团到包馅料，再到柜台上卖，全都一条龙。不论烧饼、肉饼、豆浆，就是要让客人吃得满足。老店隐约散发着老时光的朴实悠闲，仿佛让人再度回到眷村光阴的故事里。记者张世敏、罗少君高雄报道。看到这边，应该很多观众朋友说：“哇，好想来一口这个咸豆浆哦！”因为很多早餐店是现在没有在卖这种比较古早口味咸豆浆了，是不是？对对对。其实年轻人可以来试试看，也有几家吧，应该也有在卖这种咸豆浆，但是已经慢慢的没有人要做这个，因为它比较反复的工作，它里面还有什么一些虾皮啦，或者是榨菜啦，或什么，又要准备一些东西就对了。它这个肉饼啊，不到二十块，不到二十块，18块，对，所以很便宜。其实大家可以来，这个 CP 值很高。在我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别人有这个肉饼。他刚才不是说他是自己要这么做的吗？所以他发现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是蛮特别 的，对，可能很多啊都会吃这个包子啊，菜包啊、辣包啊。不过呢，这种眷村口味的这个肉饼哦，其实真的比较少的，而且其实它有点类似那个胡椒饼，对，它又没有胡椒饼那么硬，对，哎对，嗯，它所以还有时候会看到
因为早上早早的时候会排队，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人会去排队买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很少，而且因为我们的眷村改建人也变少了，那所以他那里还有一个排队的情形，我就觉得很压抑，哦，应该是很好了。是不错，也是排店美食，对对对，排队美食，对 对, 对, 对，就是附近呢有一些学生嘛，有学校。那我那天去刚好又看到一些军校的学生啦，对 对, 对, 对、哦，年轻人也喜欢这一位，不止这个眷村杯杯喜欢，哎，年轻人也会喜欢，因为他们没来吃，有些人没来尝过啦，人家尝过就应该都会喜欢。而且做起来真的蛮实在的，哦，像这个豆浆 啊，也是看到他现磨的，对对，现磨的，很香。就不甘有些豆浆就比较稀，就好像觉得好像清水这样子，好，那它这个不会。嗯，有些像调了粉啊，这个吃起来口感没那么扎实。就是东西实在啦，务实的东西啦，这样子。而且可以感受到我这姐妹俩哦，真的做孤单得者哎。对，他们姐妹对，就看到前面在卖嘛，他们呢就很努力的，对对，在后面烤烧饼啦，还自己擀面团哦。对对对，而且自己是弱势，对。他们还是弱势，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嗯，对的，很对，在努力经营的很好。虽然呢这个店面不大，可是呢可以进去啊，看到眷村老伯伯啊卖这个有烧饼油条，会觉得哎，好像回到这个光阴的故事里。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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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店也很少会有年轻人愿意做了啦。这种店的话，要沉船的话不容易了，有人喜欢才行啊，对不对？你有兴趣才行。是。所以过去左营大路上哦，应该是还蛮多的，是不是？对对对，现在就剩这么几间了。因为老一辈的也走了，好做的其实也走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在这大概100公尺以内还有好多家，像原味馒头、吉祥馒头、欧阳馒头，就好多个了，就已经占了好多个了。是，所以想吃一些这个怀念的家乡味啊，到这个左营大路上哦，也是有好几间可以做选择的。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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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然呢，我们刚好去采访到这间哦，也真的是像李长讲的，他们是很努力在做的，而且呢对对对是传承爸爸的好味道。对对对，是。那所以说，这个眷村味哦，现在也越来越少，您的感受怎么样？他就一直改建啦，那改建他那边就没有什么人了，所以很可惜。就是人越来越少，然后生意现在就算他们还可以了，还可以撑得下去，这个对不对？你必须要有独特的东西让人家选择。对，因为现在的人哦，吃东西也很挑，也很刁啊。对，没有哎，吃过一次真的不错，才会第二次才在这个上门再去品尝嘛。对对对。对啊，是。那听说我们里长呢很会唱歌哦，是我们左营区很知名呢啊，很会唱歌的里长，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哦，跟我们观众朋友呢分享一小段。哎呀，这个是大家不嫌弃。微风吹动水荡漾，飘来一对美鸳鸯，形影不离同来往，两两相依情意长。两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两兄远不远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哇，看连我们的这个摄影师哦都已经鼓掌嘞，里长太厉害了。而且我听说里长不止这个黄梅调唱得好听，连闽南语台语也难不倒，是不是？哦，我闽南语也蛮多条的。那我们也是唱给我们观众朋友来品乓品乓。家酒门把餐内餐桌阿伯呀，人得讲繁华都市，台北对都去，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多日子，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虚伪。哇！
闽南语歌曲也那么好听呢，听说还有日文版，是不是？哦，日文版，OK， 日文版，大家现在意犹未尽。一直在，我已经听到大家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喊 uncle uncle 了。好，我来请观众朋友到我们平山里做客啊。好，昨因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请各位朋友一起来。平山里来做客，哇，真是余音绕梁、啊！谢谢你们，在这把年纪，人家还不嫌我们，啊，我们就很高兴的，也做一些公益。我平常也做一些公益，像我们去荣家，啊，我们去荣家也是，做这个唱歌给这些娱乐我们这个我们这些老先生啦、啊，啊，老人家。我们也非常开心，是喜欢听这个老歌啦，对，老歌，对，嗯，所以你长我这年纪也只能唱老歌，新歌也是不行的、啊，蹦蹦跳跳，应该练一下还是有办法的，因为李长歌喉太好了。那什么机会这个活动场合哦，才可以听到李长唱歌呢？应该你办公室没有卡拉 OK 吧？我没有，我们自己家有，是啊，那你办公室本身是没有。那什么场合才可以有机会哦？可以听我们里长高歌一曲。那个就是民政局有时候办那个重阳节老人的莲花会，啊、哎，对对，重阳敬老的活动，还有我们万年祭，啊，万年祭也会去演唱。哦，哎、这几个活比较大型的、啊。对，大型的就这两个。就是，是听说还会跟区长啊一起。哦，区长的这个情谊也很好，是不是？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左营很幸运啊、哦，每次派的区长，我们前任的区长胡区长现在在大寮，他那个萨克斯风就是很赞。好、哦，那个我们现在派了新的这个区长来，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琴哦，他从小就练琴，啊，他对琴的造诣也不错。那我心想说，你可以伴奏吗？他说，不行啊，他当然客气嘛啊、哦、啊！但是其实会琴就可以伴奏是没关系，是没问题的。结果他就被我拉到说啊，就重阳节就表演，就开始表演了，你知道吗？他开始我们就练习啊，两个搭配，来他弹我演唱这样子。应该造成底下的轰动哦，长辈们突然在吃饭，哎，听到这个琴声，还有里长的这个好歌喉，应该筷子也都停下来了。嗯，就听看到我唱歌的是很多哈，很不讶异，但是看到我们区长会弹琴，大家都吓一跳哦。苦丢恋爱多奇莫啊，然后阿哥也伴奏哦，但现在邀约不断呢。哦，就我们区长邀约不断，开启了对啊对啊对啊演艺之路。对，我们。他们真的不错，像我们以前任的胡区长也是，他萨克斯风弹得很好，不是他吹得很好，吹奏得很好，对对对。啊，现在我们就弹得很好。有时候我有时候跟区长说，哎，那下一次如果说，因为他有时候区长也不是说永久的嘛，啊，对不对？那他如果换区长的话，说如果下次要来的区长一定要会一个乐器哦，要不然会评比下去、哦。对，不然会有点逊色。对呀、啊，就评比下去，哎，都要会才艺哦。所以现在有很多大政治人物啊，他们都要会唱歌啊、哦，大家都是都很开心的。我觉得这些就是，好、哦，我们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不要太僵硬，真的也是要开心一点。这些娱乐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是，而且就可以很容易有带动这个现场的氛围啦。社区要活动，它的活动就是一定要这样的活络，要开心，就那就是靠音乐了嘛。是对对音乐可以让人心情很愉快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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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所以这个历任接下来的区长应该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每个区长都来练一下，看是吹萨克斯风啊，还是这个演奏钢琴哦，哎，这样搭配起来，区长觉得，哎，里长觉得应该还蛮愉快的吧？很好，因为我们如果唱卡拉 OK 跟现场伴奏完全是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哦。那现场伴奏的话是很加分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对，那个随心所欲。譬如说这个歌我要唱短一点，他就跟我可以配的短一点啊，我要拉长一点啊，如果底下观众很热情，那我们就跟他配长一点，他又可以给我们搭长一点，所以说这个很自由的。如果你用卡拉 OK 的袋子来唱歌的话，他就变成被拘束了，所以就没有那种
欢乐就少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好，就是还是现场的演奏最好。哇，那也是要这个歌手级的才有办法、啊哦、不然像我们这种呢一定就是要看着字幕，要有伴唱带才有办法唱，不然可能换的节奏比较快比较慢啊，有点抓不准，所以真的知道我们里长那还是要有点经验。对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型活动场合才有机会听到里长的歌声。那你这样子也不尽然啦、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社区活动啊还有庙宇啊，好那种啊庙宇有时候会餐啊，好，那有我们会上去，他们会也会邀请我们上去唱一唱。那不管歌唱的好不好，我觉得歌是最好的运动，真的是，嗯，甚至肺活量哈，你常常唱歌，你的肺活量会真的增加，很免疫力系统会提升。真的是，而且我这个研究哦，尤其现在高龄化的社会，长辈们多听歌，其实也有助于他们的这个记忆力，对对，心情很愉快。嗯，真的哦。有一天啊，我好像头晕晕的，我怎么搞的，好像怎么都不清楚的感觉。那我说，听说这个唱歌可以，就是好像会活络我们的一个心情什么，那我就干脆就大声的唱。我们对大声的在旁边也没人啊、哦，我就大声唱，哎。好了，变好了，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对，就没有了。我就觉得哦，好赞哦，神奇哦！是我鼓励很多的人，我说不管你歌唱的好与坏都没关系，好，就是要唱歌。是，所以呢，可以跟里长这个多学习啊。那这个除了呢，这个里长会唱歌之外，对于里内的清洁呢也是很重视的。所以呢，是固定是一个星期一次会带领里内的这个志工啊一起来做这个整洁维护吗？对，这后就下半年啊，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区公所就希望我们能够增加这个登革热巡检，因为登革热是很严重的东西。那每到一个季节就会发生，那个区公所就发动了我们志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每一里啊，就是希望多做一点这个巡检的工作。哎，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次数就比以前做的多，那就很好。是在哪里？每个地方就觉得很干净了。那比以往大概增加了几次呢？以往我们大概都两三，就是说一个月可能做个，我们已经固定了，就是一个月最少就是一两次。那现在一个月最少五六次，啊，差很多，对不对？对呀、啊，这样就对一个礼拜就不止一次了。对，有时候会再做一次，就觉得说我们会叫林长，我们会请林长看看你们周遭有什么需要整理，再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临时去发动，我觉得很好，而且志工也很可爱。也很贴心，有的时候我怕他们累，我就说好了啦，做这样就好了。结果他说不要啦，我们把它再做一下就更清洁，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要再加强。对，还在加强。我觉得我听到就很开心，我觉得我的志工非常可爱，然后他们也非常有佛心、哦、有这种、哦、这种付出的心。我觉得志工很伟大，你拿钱的不伟大，我觉得这个志工我是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就没有报酬的，是无私的奉献、哦、对，无私的奉献。我是觉得我蛮就是喜欢他们的，他们也很爱我，我觉得因为他们很爱我，还很爱这个社区，所以他们就觉得我还要再做更好一点。对，因为有时候退休了、哎、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这样动一动啊。对啊，对 啊, 对啊，而且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总比闷在家里好。对对，我觉得他们跟志工相处在一起也不一样、嗯、他们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那是自由的东西，没有被逼的、啊、所以他就会觉得很高兴这样。所以目前这个志工的人数有多少，会希望再增加吗？增加一些心血啊，尤其也呼吁一些年轻人的加入。哎，对，我觉得年轻人有观念，付出、哦、是自己得到，很好。你不要说哎呀我干嘛要去做，有些人有这种观念、哦、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付出，我们不要说现在就得到，将来你还是会得到，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付出就不要想到回报跟报酬，希望很多人可以出来做志工。很多人退休还做志工啊，他干嘛呢？他就觉得他有事情做，不无聊，而且自己观念上是正确的，别人看到你也不一样，在职场上的感觉。
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说，当这个志工啊，也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在付出，这个社区是环境大家一起的嘛。对对对，尤其里长提到这个登革热，真的是哦，今年动员了很多这个从基层区里开始有这样的巡检，因为我们这个登革热的数量真的比往年少很多了。对对对，我想，我们这个新政府推行这个加强志工的巡检哈，我想明年可能这个登革热会少很多。最好是都没有吼。当然当然，但毕竟这个有时候一些闲置的地方啊，可能大家没有发觉到哦。其实这边还是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哎，要注意什么样的地方哦，才可以避免这个病媒蚊的滋生呢？其实就是一些这个什么有水，就是像那些帆布啊，帆布有凹槽哦，它比较容易，你知道，帆布有时候你根本不晓得它有凹槽的地方，它会啊，所以当帆布的你有盖帆布，你必须要戳洞，它可以漏水漏下去。对，哦，这也是一招。对，要戳洞，好，让它有水有地方流。那还有一些保丽龙，还有一些什么一些瓶瓶罐罐，啊，瓶瓶罐罐它那个就是很，你看到那个瓶瓶罐罐都是不值钱的，那值钱早就被人家捡走了。对不对啊？所以那瓶瓶罐罐像宝丽达的瓶子很容易啊滋生，然后有时候会下雨灌进去你不知道，所以这些大家都要注意。其实看到地上有一些人家喝完的饮料杯，那也很容易生，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路上看到我们都自己去捡起来。哦，蛮主动去把它捡起来，要去捡起来。对，不然很怕病媒蚊就在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啊、小地方啊，就这样子延伸，光有一粒就很可怕了。哎，你知道吗？会到你吹着身上，你不晓得啊。所以说，你就自己赶快自己做，不要指望别人去捡呢。你看到自己就要去捡。是，环境真的是大家的，对大家的。嗯，所以这样子效果下来还不错哦。很好，我觉得就这半年来，我感觉到。非常好，因为这样子会有个动力，大家一起来做，然后环境很干净，自己每天骑车骑过来骑过去好开心好干净，哦，这我们弄得很高兴。对，感觉也蛮有成就感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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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些外客啊外宾来看到啊，有时候社区应该也会做一些交流嘛。对对对，哎，这样子互相看到啊，我，哦，都觉得大家的环境有提升了。对对对，那是不是也帮我们，哦，推荐一下呢，到这个坪山里有哪些地方好玩的？我们不是很大的社区啊，但是我们有，哎，我们社区还有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多了一个菱角园，我们有种菱角哦，在社区还能种菱角。对，它旁边有一些地哈，他们农耕哈，他们那种嘿，他们是从以前阿公的时代，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耕种，然后他们就。有菱角，我们的菱角很好吃哦。现在还有产出？对，它是有种，但是它有好像也有卖，它的就是别人就包的，给人家包的这样子。如果要买它的还不好买，因为它已经包给别人，还要排队。不是包给别人，也就包好把郎啊，哎，人家去卖了。哦，它的菱角，我们的菱角很好吃，是哎，很蛮特别的，对，很，我们还不错啦。我们有一些空地啊。我们有一些军方的一些空地，他们都慢慢的去整理，因为其实这个登革热这样子，大家其实很害怕，其实他们都会去整理。以前都有的时候就是不去整理，然后今年特别特别的，好奇怪，就是今年开始他们，我觉得哎，怎么还整理起来了？跟以往不一样了。哦，跟以往不一样，通通在整理，我们改变很多。嗯，所以有机会呢，到这个坪山里啊，像有这个眷村早餐啦，那也有像李长讲的，啊，这个环境呢也变优美了。大家的努力之下，是越来越好。对未来呢，还有什么期望跟规划？其实我们有一些空地，我希望它能够像我们那个眷村改建，把那个活动中心给就拆除了，那我们变成周遭都里内都没有活动中心。你可以使用，那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试试看，就方圆这些个里哦，大家来结合一下，看是不是有个地方可以。我们是还有地方的，但是我觉得是要努力，因为土地的一个
用这块土地行不行啊，这个东西都要评估，那我们就看是不是能努力。还有我们的那有一块也是可以做停车场的规划，辟建停车场，我们已经辟建一个了，好，我们先因为它还不够用，到了过年礼拜还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还有个万年祭，哦，这个停车场真的不够用，所以还需要一个，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是，所以目前呢，希望可以争取一些闲置空间啦，对对对，把它活化哦，作为这个可以里面一起来活动哦，对对，一起上课啦，哦，这个凝聚感情的地方。对对对，那另外你想提到的这个停车的空间哦，大家供不应求，到万年祭的时候，真的每一年呢，哦，大家都很喜欢到左营去参加万年祭，而且也有机会可以听理想唱歌，对，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哦，这两个部分，理想目前呢也是很积极在争取的，看有没有机会呢，公司齐力哦，跟军方啦，或者是跟区公所这边做协调哦。对对对，我们都要评估，然后再努力，这个一定要努力，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的。是，那今天呢很开心哦，可以邀请里长呢再度来到我们熊市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呢，我们看屏山里变得更好，再跟我们分享更多屏山里的点点滴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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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